人生一大乐趣，坚持走下去吧，北七哦。虽然我是第一次自己一个人买那么多东西在 hostel 里面煮饭吃，但是第一次 experience 的把东西放在那个雪柜是不安全的。昨天我吃了两条 sausage， 然后就放进去，然后打算今天早上再吃。我发现我的 sausage 换了一个位置，然后拿出来，我打算煮的时候，我发现其中一条不见了。喂 ，Good morning, Moosey， 最近怎样？我这句等一下要再说一句。昨天晚上我完全睡不着哎，给那个打呼演奏会。我完全睡不着，3点4点睡不着，所以今天10点半起来，超级不想走哎，不想起来。所以今天我煮了什么？这是正常，这是 pasta in soup， 香港特点。然后就煮了鸡蛋，不错不错。Moosey 最近怎样？好了，现在就在这里做这个影片的开头吧。我们终于来到 Prague 第二天，昨天就是剪头发，然后今天是真正就是真正，然后今天是真正去走一走这个城市 Prague。现在是10:10了，因为昨天超级累耶，那么好的天气已经不累了。我们现在就说说我们的作战会议，作战会议。我们刚刚就是从这里走到这个河边，然后打算走下去那边山上，再走 castle 看下来整个城市。然后我要5点钟哦，我还没说我为什么来 Prague， 只是一个原因，不是去旅行，我是来听 concert， 是 Maxim 的 concert， 今晚7点钟，很紧张嘞。所以我有4-5个小时的时间走一走这个城市。一说到 Prague 呢，我第一件事就是想到高雄情人梦，千秋王子，千秋王子精彩的指挥。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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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来到 Prague 的西边，过了河的那边，就好像很多大城市一样，它是中间有一个河，分开两边城市，然后一边城市西边这边感觉就没有那么 modern classic 一点。你看它的 building， 这里全部都是比较旧一点，然后颜色是泼色。啊，这是啊，不管，这是泼色，好像不是啊。全薄，对，啊，随便，就是比较简单一点。等一下回去东边，主要是 center， 你就会看到很 fancy 的 building。现在就是走到山底下，我们就是继续往另外一边去看一看它的 Prague Castle 吧。现在我在走去 Castle 的路上，很多人拿着雪糕跑出来。我今天看里边应该有20个人吧。这边没有悲观哦，所以看到那么多人吃，应该很好吃吧？我对上一次吃雪糕已经是20秒，我对上一次吃雪糕已经是2个月之前，所以我有一点想吃雪糕。然后我看到他的 slogan More than ice cream， 我真的是要买一买。然后 Angelo， 很棒的名字。Gelato 是意大利的雪糕，所以我要试试。虽然这一次不是意大利，但是对上一次去意大利吃不到，所以就试试吧。哎呀，哦 ，Can I have the vanilla, please? Yeah, thanks. Okay, vanilla. Thank you. 很好吃哎！我都忘记要拍了，然后不管，先吃几口。在那么好天气底下。吃雪糕是人生一大乐趣，它跟平常的雪糕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不是饮食频道，但是它是软软、热口、融化。一边吃雪糕，然后走到山底下，正常右边就是北边是它的 castle， 应该是走那边的。所以我看到好像没有路，所以就先走上去吧。
对，现在走到一半，差不多半个小时之后到那个 Prague Castle， 是完全走错路了。但是因为这边也有另外一个景点，走一走也没差。然后走到一半的时候，看到这个地方，大家就会在这里坐在这里看看风景，晒晒太阳，很舒服。然后我走上来的时候，哇，太热了！现在我以为还是冬天换春天的时候，但是在这里已经是春天，2018的春天来了。我的春天什么时候来？还没，休息一下。虽然说拍影片，然后就随便走走，也是要享受一下嘛。所以，拜。现在喝完啤酒，收拾完继续走啊，这个啤酒超级苦耶。然后才发现原来是我之前吃完雪糕然后直接喝啤酒，当然会苦啊，笨蛋哦，你笨蛋哦，北七哦。对，继续走20几分钟应该就到我们的 Prague Castle。 看到这个 building 颜色完全不一样，看还有很破。然后我在想，为什么一栋可以那么新，一栋可以那么旧？然后我想一想，有可能是因为在这里的房子其实真的没有那么贵，就是有钱人可以一栋买下来，然后再租给人家。如果你旁边有一栋又新的颜料喷下去，然后旁边又是另外一个人，那我是另外一个人，我就觉得哦不需要，就这样就可以。所以看起来每一个都有不一样的颜色，就这样。好嘞，等一下再说。从刚刚后面 stop 走上来以后，我就看到这个叫 Wrestling Titans。基本上从这里走进去这个 gate 以后，就可以走到 Prague Castle 的院子。你看到旁边它这个 gate Wrestling Titans 下面有两个军人，穿得很帅。但是每一次我看到这些军人的时候，我就是在想，哇，真的很帅耶。然后很多 tourist 就觉得没有看过，很帅，走进去很近去看他，看你哦。然后还走去旁边拍照，我是不喜欢就是这些拍照的人，我也不喜欢做这些事。你想想，你在工作，你心想的是守护这个 landmark， 但是有一些 tourist 走进去，你可能会说，哦，他们习惯，没关系啊。但是习惯就可以怎样做吗？习惯就是对吗？怎么做 gay 拍照？你的朋友要怎样帮你拍照啊？幸好还是有进来，原来是进去 castle 里面才是要付钱，在 castle 外面走进来看一看也是不用钱的。我已经在拍了。没有啦，你觉得我去旅行看手机的吗？就是为了你们看一看资料。好了，先介绍一下 Prague Castle 有什么特别。它是全球Galaxy 世界大全，全球最大的古城堡。你们右边这个叫 Golden Gate， 1370年代的时候建的，600年前的时候建。有什么特别呢？ Golden Gate 是唯一一个 monumental， 就是纪念性的 entrance。所以这个 Golden Gate 就是连着它另外一个 Cathedral 上面、下面，然后再进去。所以这唯一一个纪念性的 entrance， 知道这个就够了。原路走出来，我发现这里应该才是它 proper 的 entrance。 整个地图在这里，我们刚刚就是这里进门，然后走进来看到这个是一个 cathedral， 走到这里，然后就介绍那个 golden gate， 然后就我刚刚就沿着这里走，现在就在这里。对，整个 Prague Castle 是那么大，所以现在这个地方就是面向 city center。 整个 Prague 的颜色，它的屋顶就是用同一个颜色，所以看起来就有那个 Prague 的感觉。现在就继续走下去，去走 City Center。走这边容易很多耶，有楼梯走。我刚刚走上的那边，走那个 uphill 累到，它旁边那边超级多人等那个 22 train， 就知道那个 train 是去 City Center 的。但是我还是觉得走路好一点，特别是一个人去旅行的时候，我觉得有机会走就走。没错，你搭 train 的话可以快一点，但是我觉得一边搭 train 看到外面的风景，你会觉得啊很美，我也看到风景啊。但是我觉得走路慢慢看，你才会把那个风景记到脑袋里面。现在走到很累，但是还是坚持走下去吧。鲁迅讲过，地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路，所以这里也是也变成路。这里一看，我在想
是不是狗走的路，然后我看看，好像不是，我是走那边没错，但是我不想嘟嘟嘟嘟走。大家都在走这条路，现在走这条桥，我知道我是悲观，但没关系，因为我拿不到另外一个更好的角度。这条桥呢，很多人卖画，然后有那些就是你付钱，然后他帮你素描的，就是很多人。我好像有点累了，哦，我想睡睡耶。哎，我发现Prague它的桥蛮多的，那边我看到已经有两条，然后这条第三条，然后另外一边。另外一边也有两条，应该再继续顺上去也有很多桥，所以只是很短很短的距离就有很多桥了，蛮舒服的走起来。快要四点半，我打算从这里刚刚 City Center 走过去我的 hostel 是要半个小时，所以走到回去差不多7点钟的 concert， 所以又要半个小时去那个 venue。6点半出门，我还要吃晚餐，所以现在回去差不多5点钟到那边，所以差不多了。从 City Center 走回去家的路上，然后有这些卖水果的 market， 也有卖 souvenir 的 market， 也有卖吃的 market。哦，需要不顺路，就是随便看看。来到了，我去看 Maxim 的 concert， 的 concert hall。这个 concert hall 不错哎，进来你可以在这里点酒喝，然后现在进去吧。兴奋的，好兴奋的，坐下来没有吃到，不错，特别近的第四排，因为一个人的关系可以很容易进到前面。现在只有坐下欣赏小秀。哎 ，Music， 在这里可以买他的 CD 哎。在听的时候也在想哪里可以买他的 CD， 在下面那个 break 的时候就看到直接有可以买到，很不错，开车的时候就可以听，很棒耶。你们有机会肯定要去，我肯定会再来，很棒耶。我又不可以拍给你们看，你们自己在 YouTube search 吧。这一片就是大概随便走一走 Prague， 走了他的 castle， 然后有开门，哎，不是这里，走一走他的 castle， 然后走一走河边山中，看一看整个城市那种风味是怎样，然后就看了 Maxim 的 concert， 真的很棒，但是看完真的很累，因为我的鞋都是热的。哦，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like and subscribe。好，我们下一个影片见。